22日晚，新城迈向20声光绽放音乐会在湾仔会展举行。当晚演出的歌手有刘德华、许志安、古巨基、容祖儿、谢安琪、杨千嬅、何韵诗等。其中以一身红衣打扮的容祖儿作为应景，音乐会由古巨基打头阵演出，刘德华压轴演出。音乐会进行期间，大会工作人员推出蛋糕，并安排一众演出歌手上台唱生日歌。都在积极地塑造自己的正面形象，但隐婚事件之后，大话天王的头衔就扣在了刘德华的头上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使得华仔很伤脑筋好一段时间。音乐会上，华仔与女 dancer 热舞，音乐会结束后，刘德华则面带微笑地接受访问。直到记者抛出了关于婚姻生活这一话题，华仔都和气作答，十分好脾气。我在演出，我在唱歌，我在演戏，我都其实十几年前已经开始开窍了，就是真的知道应该怎么演，就是用心就好了。一路下来我都很用心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也学会了很多东西，我也看清楚了很多东西，所以我很珍惜我现在的生活。而近日被恋文绯闻缠身的许志安就没有这么大方了，音乐会之前就声明不会接受任何访问。先于许志安出场的杨千嬅近期大婚将至，演唱会也在倒计时当中，于是一向以工作为先的千嬅就将婚礼的事宜全权交给先生打理，自己全身心准备单身的最后一个演唱会。他没有不想跟我聊，而是他知道我非常忙，然后也是他跟我也就有问一些关于知道我的要求是什么，所以他就帮我去复杂那些，因为真的是很忙着做那个演唱会的准备，我相信这是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所以都是辛苦了他了，这样子。